实相云者，啊，什么叫实相呢？非彼灭除诸相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不是要把这些相啊灭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盖即相而无相也，这才叫真正其如实相。初步即是到家了。这大乘语言教，故持名念佛，又何异于念佛实相？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一句佛号是梵语，啊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完成翻成了中文这个意思呢？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不是不能翻。为什么不翻呢？叫尊重不翻。啊，整个翻出来无量觉啊，没有一样不觉啊。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是一切迷了，一样也不觉啊。天天念这一句，提醒自己。啊，什么是觉呢？放下障碍就觉了。你看呢？不执着了，不再有成见了，你就开始觉悟了。啊，真的不执着了，对于世俗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，谁也不执着了。啊，恭喜你，你真的阿罗汉果了。你成了正觉啊！再放下分别，不但不执着了，于世出现一切法都不分别了。为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！今天科学家给我们说，一切现象都是波动，根本就不是事实存在。啊，了无所得。科学家发现这个事实真相，只要他放下，他也成佛，他也成菩萨了。啊，不一定是学佛才能成佛了，学科学也能成佛了，学哲学也能成佛了，学其他宗教也能成佛了。成佛的条件是放下了。啊，无论学什么，你只要能把执着放下了，在佛家讲的，你就成正觉，你证阿罗汉果了。啊，你分别放下了，你成菩萨了，你成了正等正觉。啊，你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你成无上正等正觉。释迦牟尼给我们讲这些事实真相啊，除了教学之外，帮助我们觉悟，帮助我们回归自信的啊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也不要名，也不要利，啊，也不需要别人尊重。啊，心地确实一尘不染呐、啊！啊，他给我们实现的，他所教导我们，都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，我们本来跟他是一样的。啊，向他学习，就能够找到我们本来面目。所以这一段的意思是告诉我们。痴迷虽然是很浅很容易，但是真正功夫得力了，功夫到家了，就变成实相了。啊，就其如实相啊。下面引用啊弥陀疏钞里面一段话说，
啊，这莲池大师讲的实相云者啊，什么叫实相呢？非彼灭除诸相啊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不是要把这些相啊灭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盖即相而无相也，这才叫真正其如实相。这个问题不好懂，我们在学习当中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，为什么举这个例子？现代人家家都有电视，在你整个生活当中，你每一天一定看电视，而且看电视的时间都很长，所以电视变成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哎，你要会看呢，会看就成佛了。哎，就怕你不会看。我们把电视的屏幕比作能生能现的自信，它永恒不变吗？这个屏幕上现出的画面，这就是能生万法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个万法是千变万化了。啊，我们频道不打开，关掉了。电源你就关掉电源了，那就是它的本来面目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呐。啊，频道一打开，色相呢立刻现前了，那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。他怎么现前的？依靠屏幕现前的。他要没有屏幕，他就现不出来呀。那屏幕是真的，他不生灭，他什么都没有。这色相呢，现出来了，他什么都有。刹那刹那在生灭。啊，虽现的是有，但是他刹那生灭。啊，这个常识大家都懂啊。啊，所以你不能说它真有。啊，屏幕什么都没有，不能说它真无，它能现。屏幕跟频道里面的色相，它是变成一体了。它有没有办法分开？分不开。其实它是两回事情。两回事情融在一体，不能够分割。啊，你要晓得，色相就是屏幕，有即是无。啊，那个有是幻有，屏幕永恒不变，确实没有改变屏幕一丝毫，它还是干干净净的，还是一丝毫不染污，这叫即相而无相。你在屏幕同时，你看到啊，这个画面上同时看到永恒不变的屏幕。这就叫即相而无相。立相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叫屏幕关掉这个电源关掉之后啊，那个叫立相，不是的啊，那个立相的意思很浅，三岁小孩都懂啊，没有了啊，即相立相的时候这个境界高啊，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明了啊，这现象存不存在，现象不存在啊，刹那就灭了啊，尤其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，我们现前这些色相它变动的速度啊，一弹指
32亿的前念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，实就是受想行识。他告诉我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。啊，前天一个同学拿光碟给我看，啊，是美国科学家发现的，发现水有记忆。啊，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，水能看、见、能听、闻，懂得人的意思，觉知。啊，有见闻觉知。啊，觉悟的时候是见闻觉知，明了的时候见闻觉知就变质了，变成受想行识。啊，你看谁有没有受想行识？有。你贴个爱，他喜欢；你贴个恨，他讨厌，他马上就有反应，他就受啊，他接受了。啊，我们的意念，他懂得。啊，所以他会想。啊，行识执着。现在发现他会记忆，记忆就是识。啊，你看受想行识都有了，都具足了。后有这个事情可麻烦了。我们用来现在解释地球的灾难，住在地球上这些人起心动念对不起地球，你破坏它，你要晓得这些所有物质现象它都有记忆啊，它都有分别，它都有执着，你对不起它啊，它也对不起你了，它轻轻摇晃一下，哎，你就受不了了，摇晃一下就是地震了啊，海水摇晃一下就是海啸啊。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讲的那个大道理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切法从心相生啊。我们的心态善良，我们的心态慈悲，会感得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样样都美好。啊，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